陌生的面孔，恐怕是来救你于泉的吧？不瞒你们说，我这里就有关押他房间的钥匙。我并不赞同那种粗暴的方式，既为乐师，就应当用音乐来决胜负。只要你们通过我的演奏考验，我便把钥匙给你们。不过，既然事关演奏，我就绝不会放水。活动活动手指，做好准备吧。 天资出众，我的琴艺无论如何也比不过他。可他竟为他人分心，可惜了一身好本领。萧然为他人分心，这位乐师说的是不是就是萧然在等待的深渊之人？这些乐师为什么会对雨佳有如此巨大的敌意？他们不都是雨佳的员工吗？难不成是对待遇不满？如果对待遇有所不满，就能生成这么大的龙月，那我的龙月早就能通往世界了。我们还是继续前进吧。 龙域和雨佳有什么联系？这里为什么会出现二元一的幻影？龙域中的景象和雨中的思维记忆有很强的关联，或许玉主希望把雨游泉山先禁闭在此地，或者说，想让它留在这里。我觉得事情有些不自然之处，我们还是继续前进，尽快找回雨游泉山先吧。 你把树狂徒一醉，念不停皆自伤。 房间是雨佳家里的事了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不过假的就是假的，这里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。我记得这三面屏风贴满了诗句，而这上面却是空的。诗句？我们每次口述结尾时掉落的那些诗歌残片，是不是和这有关？看起来真的也是。导演，起雾了，好重的雾。
何人知道风吹花落孤影漫漫，你把书画图一醉，念不平见此伤。电梯里那人他一直在等我，但你迟迟未来，想要知道一切的话就来阁底寻我吧。小王刚才念叨就是有权神仙的事吧，或许当年那个失约之人就是有权神仙。就这么放了萧然鸽子？与有权前辈渣男啊！现在事情还没搞清楚，你不要胡说，要不先把这些事汇报给叔父吧。叔父，玲珑阁究竟经历过什么？和那个叫做萧然的乐师又有什么关系？玲珑阁却曾经历过一场大火，而玉家当年必良好善后。至于你二爷爷的私事啊，我只是他当年曾留恋于玲珑阁，在大火之后便一蹶不振，不再过问家事。看样子玉家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秘密。要不然啊，你有所思虑是对的，只是有时你不必追溯过深，那就会影响你的判断。玲珑阁的大火早已烧尽，我一进复燃只需要扑灭便是。你当务之急还是保证自己安全，找回二爷爷。嗯，我会尽快救回二爷爷的。就像叔叔说的，我们现在想太多也没什么意义。你不是马上就能当家主了吗？你叔父的看法有这么重要吗？导演，你是不是在挖苦我？我只是经验不足，按规矩还要跟家主长辈多学习。忠孝并举，儿家业兴。于是家训也是这么说的。啊、哦，不愧是家主，这么复杂的句子都记住了。哼，家训自然要熟记于心。等一下，你又在讽刺我？在我看来，这情况都更像是老一辈的人隐藏幕后，控制着家人家主。导演，萧然提到了阁顶，接下来就去阁顶看看吧。这六件，我先收拾行装再出发。你把我图干嘛？羡慕我饭量多啊？别摸呀，小心粘住发胶。谢谢观看。剪辑：小逆。拍摄：小逆。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。